是你在创作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在疗愈我内心当中一些事件或伤口？然后呢，后来就渐渐的延伸到对社会议题的关注，比如说我们的政治、和四如、环保、土地，都是我们人的存在感是什么？那对我而言，展览只是我对这些我热衷的事物记录的一个方式。那我希望大家在看这个记录的时候呢，能够用心的去觉察到说，这个本身的隐藏的里面的能量是什么，然后可以静心去观察说，哎，我们的生活中到底缺少是什么，我们追求的是什么，是外在是内在。那最后我要说的就是说，其实我觉得最令人恐惧的不是合适，而是的。谢谢大家。